各位老板，我是嘉豪，今天介绍这个普罗金宫的救生衣。好，那今天由我们的开路介介绍。好，来开路上。喂，今天要介绍老板讲的普罗金宫的救生衣，它有黑色跟红色两种的颜色。刚才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部图，它有一二三四四个口袋，这个是它里面的内袋，可以放。然后这边的话可以挂你的那个，那叫什么伸缩扣啊，你的那个剪刀啊，或者是止血钳都可以放。然后它的里面呢，看一下，它有附笛子，而且它的笛子啊很贴心，给你用塑胶袋套起来，怕有灰尘，它放在这边，你落海的时候你可以吹个哨。然后它里面的内层半袋。它跟一般的救生衣一样，都是可以脱下来的这边，然后它里面胯下藏在这里面。啊，它有什么尺寸呢？它有 L 跟 2L， 还有 XL， 就这样。喜欢的话，一件是1650，谢谢。